밸런스? 밸런스? 나 안 한다. 관, 관. 大家好，我的设计呢叫做生长。经过对场地的研究和结合未来入住者的定位思想，我希望我的建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。 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布置了两个三合院的建筑，它们相对独立，又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，并朝向最好的水面。人们可以沐浴阳光，潋滟水色。这就是我的设计，谢谢大家。 这个设计跟李曼妮的，好像是有一些不谋而合啊！妈呀，这就是抄袭！凭什么说小飞抄他的？万一是李曼妮抄小飞的呢？你什么时候见过学霸抄学渣的呀？教授，上上个礼拜裴仁之去过我们宿舍，当时我们宿舍一个人都没有，曼妮的设计图就摊在桌面上。 肯定就是抄袭，不可能！切，有些人啊，抄都抄不过别人。创意撞车，也是有可能的。上次在紫罗兰，我还以为他有正义感呢，没想到就是为了出风头。什么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说了。小裴，同学们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 我跟叶教授聊过，教授说只要你和李曼妮都不追究，他也不差这个事情。除了之前的项目，这段时间不要接新的合作了。我想多一些个人时间，学校这边也有些课题要完成。你们找到了吗？ 好，我到角角落再找一找啊！哎呀，这个小裴呀，上哪儿去了？哎，方志远，啊，是你啊！请问你没有看到裴仁之？他怎么了？我们上午作业课 PK， 他的作业跟李曼妮的作业撞车了，大家都说他抄了李曼妮的，他很伤心，说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，手机还关机了。小树林找了没？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去小树林看书啊？那你有没有去找？找啊，找了，不在。这样，咱们留个联系方式。来，好，找到了联系我啊。好，好，那我继续去找了。 托尼， 今天的活动帮我推了吧。 就这一次，好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雷森，你都推了多少次？